Hello，今天是大年初二，回娘家。然后我岳母柠檬汁哎，欧阿米耍，你看它很漂亮哦。然后昨天晚上我有去看之前去2019年拍的影片，的烟火晚上。我等一下吃完中午，我们下午去京城，我就去看那个鞭炮，然后买一下。我觉得还不错看的那个影片 ，OK， 我就去那个看一下那个影片。昨天烤完肉到睡完觉，那睡觉的时候1点多吧，1点半吧。然后重点是我要看之前买什么鞭炮好玩啊，蝴蝶炮不错，然后还有一本是那个一本不错的，其他不好玩的我就不会再买。充电炮我应该不会再买了，除非有特别的充电炮不一样的，要不然一样的充电炮我就不会再买。大致这样子啊，然后最神奇的是昨天吃了一堆东西，结果今天早上量体重没有胖，一样是78.4吧，没有胖，想说变比较胖一点，结果没有，可能是昨天太累了，因为工作，然后昨天晚上又烤肉，放鞭炮拍影片给大家看，哎呀，大致上这样子的，晚上应该会再烤，晚上我再放一些不一样的鞭炮，晚上我妹会过来 ，OK， 大致上这样子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